他是暗反心的。然后你进得去吗？没有，可是我断了。对，我看他在重开游戏了。哦，没有，我不是说集会所啦，我是说他的巨魔啦。你来进看看。那我还没来得及按进去，我集会所就断了。我感受到了。哇，那你比他幸运一点，你还能进来。我现在谁的机会手都没看到哎、欸。那你要不要从好友那边开始？机会所的那个嘞。对啊。机会所密码。不用，我复制一下好了。好的。心痛的感觉是如此的强烈。但是没有色尾的、啊、不是你在哪里的、啊、我在看瘴气的、啊、我的瘴气有一般毛巾、啊、嗯可怜啊哦有 sorry 没差、啊、你撞啊这个要扒不扒真的是很难判定对啊我刚才以为他可能要转头然后就应该说最保险真的就是扒一拳啊扒一拳他就会不会乱转的啊。啊有时候就是你看准备撞墙那、啊、可是队友又在他的屁股后面他就转向啊。是。对吧、啊、啊你们。啊你们说的反击那个是怎么用他打的一瞬间挡到那一下就好了是不是你说那个，对啊，挡要中间挡到，啊，所以不能一直按着盾牌，不行，你一直按盾牌没有，你要瞬间啊，对，哎、欸，那也很适合我玩哎、欸，其实他的瞬间还蛮好判定，不啊，因为玩太刀也是要判断那个的啊，因为太刀也是时间很短，我是觉得好，至少比那个我会拿盾的角色就只剩下片手剑了。还有，重弩也会发动，没错。重弩也会吗？会，可是不知道怎么判定的。我有时候会发动。重弩的判定我不懂，我也不懂。他有时候撞着，他就发动了，完全不知道判定在哪里。好了，我这边结束，我们可以出去了。嗯，好，我先回去汇报。你们可以再开一个、啊，因为我等下要出去了。嗯，你是不是不让我们进去？是哦，我挖到了，我要去克制哦。好，克制。调查报告，静安安。哦，急奔萃取液。Level up。Level up！ 拿出去了。120种家具，嗯，家具啊，有超过120种可以用，真的假的？真的，就有个成就就是那个、啊，对啊，我有接到昨天一个成就，就是一直按那个用点哦，一直买哦，对对对、啊、然后就超过120个，这有到120个哦，有啊，应该吧，应该绝对是有的。我是成就只剩下大小金跟那个了啦，寻宝而已。你大概买一买也差不多超过了。哦、你寻宝还没寻完、啊、我已经我还没寻啊！我要这几天真没空寻，我只剩下龙结晶跟永霜冻土而已了。好猛哦，这次呢？
欸，真的是很累耶，一直换地图，然后给他东西。对啊。然后几个任务又很鸡掰，你找到 A 点，要找 B 点，再找 C 点。没错。没有错。Can you feel？ 承接任务。没错。参加，所以 HT 是在这我们家，我们的集会所了。对啊。对啊，我刚才有看到。巨魔之地。我出去了，你们开一个新的、嗯。我开，我开。我开什么新？我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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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我会，我会，我会。Can you feel the 机会 tonight？最近 FB 直播又出现了很多问题，是，因为我还没遇到这个啦，是他们是直播到一半突然给你直接断掉 ，FB 直接断掉也太酷了 ，FB 直接显示断线。对，我昨天有看到一个，我的吗？不是，是其他的。哦，别人的哦。他们就是播着播着，然后突然就断线。对。那这样时速怎么算？他不是要固定几开多久才算一轮、嗯？没有啊，我们的时速是可以累加的。今天开一分钟、哦、也算你一分钟。哦，我以为是一定要固定开完那一个才算一轮这样。那个是 No No 赖虎。哈哈，反正已经 我没有说是哪一家是赖虎哦。赖虎哦。嗯。他们每一家都有赖虎啊。嗯，我在天上飞。你要不要先进来啊？等一下，我快好了，我快好了。你等一下要进步了，跟你讲。没有没有，他在月城。不是，他在月城我知道，他进不了巨魔是他的问题了。干嘞、欸、啊，这个哦，我说他又缺素材是不是？我没看过的素材。问号。没看过的素材是不是？你看，查一下吧。问你老婆。你看，到现在怎么可能还有没有打得过的？有了，还蛮多的。是还蛮多的。像我刚刚黑角就没有素材。力战黑角我好像打过，可是力战角龙我好像没打过。我力战黑角有跟你们打过，但是我没有打过普通的黑角。刚刚不是哦，刚刚普通黑角。是。五等才会有力战吧？嗯，有啦。灾祸的银狼王。什么什么什么好难听啊、喔！什么狼毛？灾祸的银狼毛啦！哭啊！一般的黑狼鸟，我竟然没打过，什么鬼？难道哦，黑般黑狼鸟？我还不能要战成黑狼哦、喔，我要一般的哦、喔。没问题啊，我的森林降下来了啊。啊，靠你了！啊，废物！这是萤火、啊。废物又出现。更变装备。哎、欸，我的喷火龙尾巴怎么不见了？喷火龙，我的喷火龙。叶子鱼安安，有没有喷火龙出现？有啊，我的那个乐高集团，那也不算乐高了、哦。可爱、欸，自己组这个，买了一颗宝贝球。哦，你然后里面是乐高喷火龙是不是？哦，还是我记得是小火龙吧。是喷火龙啦！啊，你是喷火龙，你是雷沙斗，可爱的四肢，雷沙斗。所以你要先打哪个？普通黑狼。普通黑狼还是看你们要打什么都行啊。嗯，有普通黑狼、啊，也没关系。黑狼屌。What？ 鸟。我不会没黑狼鸟吧？我有二十只呢。那我先锁一下，不然森林增加，我要再降一次。啊，没差。走啦，叔叔妹。哎、欸，啊！你们不去了没啦？还没。我倒是有陪在混。我在收我的李萨多。混怂哎、欸。萨多。
也是用那把、喔，那把不是说要打点很好吗？相信他，打点不好再嘴他，你不用理他。我在说，哇，好可爱哦、喔！是不是买回来自己拼很有成就感呢？是。嗯哦，因为宝贝球那么小颗、哦，我是很大颗的那个哎。没办法买，我也想找大，我也一直在找，那时候在找什么大颗的宝贝球没有。啊，你的，你可以把那个啊绿毛虫拼成那个啊裂空座。哎呦，有想法哦，兄弟。我是你，我就做了好不好？拜托。可以可以，那我可能要买，先买个六包。可以啊，我做一个零件。我怎么不行？你要买，你不要啊。我估计一包零件还不够啊，六包才够。你不一定要拼三 D 的嘛，你可以拼那个拼豆的那一种。哦，抓到转太冲，对不对？然后你的成龙也可以拼成杰尼龟啊。啊。拜托。他要我脱装，我在那边不屈不屈三回。问你。不屈小杰。谁哟、哦？你等下叫啥？黑狼鸟啊！黑狼鸟啊！你们先去，哦、你们先去，我马上来，真的。哇，好、okay, ，信我。黑狼鸟。Doki Doki 咕。Doki Doki 咕 ，OK。看，你教我这样渐念的呢。是我教的吗？操你的！你那时候是跟我讲说，你要不要 Doki Doki 一下，八个 Doki Doki 咕啊？好像有这回事。你很低能欸，这种不重要的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你很厉害、欸、撞起来看我以为我死了吓、欸、死我没有 那招 不会头部 不是啦好、哦、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那、啊、我们奈斯兄是回不来了吗不要每次我骑上去往下堕的时候你就自杀好吗？很恐怖哎、欸，很笑。哎、啊，我、好，这没好好打过黑狼鸟、欸。配色了，我想出去。滚！你可以早点出去吗？少了小猫的吹笛子，差很多呢。差偏拖，就你最毛，就你最龟毛。你是不是处女座啊？哎，不是。你月亮，你月亮星座是不是啊？我没有研究星座，我不知道啊。哎，龟毛成这样子。哎，怎么一来就看到你倒啦？是不行了。哇，我想软化啊，有的猫了。哇！怎么有？怎么还是那一阵啊？你又撞到那一阵哦？不是我储存，不是我重新用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那一阵。那 nice。Nice、啊！被吐死！啊，奇怪，我怎么装了？来啦！
头部的话，那你只不会先撞哦。哇，神奇了，刚没撞，已经完。啊！投过来，先躲他。你知道黑狼鸟的哪个部位啊？银狼毛，就银狼毛啊，就是它掉落物而已。哦，掉落物，杰超，你让我太失望了。有了有了，只捡到一个，我要九个。Peace 你 ，Peace 你 ，Peace 你。满额龙，快点，满额列车，四上。他也可以抓，怎么可以抓？啊，我的转身一抓，哎、欸，不在这哦。好，可以。啊，哎呀，假的。没有，我觉得是距离不够。是吗？嗯，这边可以啊，我装过。小孩子才喝汉方料，我们用吸的吸回来。没错。哇！我坚持不喝，我可以喝大恢复药。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冲啊！哇，好大！假的，没有石头。黄黄黄，石头石头。这边感谢你，我的头被拍走了。啊啊！只说谎，我就说打顶要很好了。那边怪头，我打顶很好啊，队友。让我打点不好啊，我没办法。打不准怪队友。不是，那个很明显是被拍掉的，不是我剁歪、啊。我没，我断尾了，我工作完成了。还有没有水球啊？ZING 安安。黄奇瑞安安，啊，神奇，嗯，哦，八点多好，哦，好爽，打点。好爽啊！哦，
马二龙怎么那么累的走过来？你们看到？他走一走就累了。可以可以。很饿啊。又可以撞。啊！被撞出去。啊！你怎么看到火没叫我跑？有呱呱的地方，呱！我来呱呱他。白痴、啊，白痴，装屁呀、啊！好了，我可以很斩钉截铁的说不够。怎么？哦，你还有那个奖励可以拿？一定不够，因为我银狼猫只拿到三个，全部都是龙骨。可以，后面一定会给你三个。没有，我要九个。啊，还会后面给你六个？一定给九个。我突然变六个了，是不是？我看一下有没有六个。这是哪把刀？那个啊，炫鸟的刀，炫鸟的刀，阿石，阿炫，哎呦，你预测的蛮准的哦，塞啦，只有五个兄弟，还是要再打一只是吧？少一个，你刚刚再卖力一点破坏它部位就有了，你看你，刚刚可不可以换啊？换屁呀、啊！我记得我曾经用力战去换上级，普通的。要吗？你要这样子换吗？对啊，如果你还要打的话也是可以啊。那就再打一只就好了。对啊，就这么简单。就那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还在无法使用。不然先去杀别只啊。好啊。死我。看哪只欠杀，杀他。地图上哪只拾荒地啊？打拾火、啊，那就打、啊。拾火跟蛮二都可以啊，蛮二比较好打吧，蛮二不会飞。嗯，多可啊。对啊，不然有人劈不到头又怪东怪西，走。是啊，就是被队友掰歪，那就不关我的事、啊。那你要怪那个队友没帮你好好开好啊。我劈。我那个针续下去的一瞬间，拍了一下，我吓一跳。你就要在那个墙壁面前准备针续了，有没有？他撞过去，你刚好劈下去，哇，这个 combo。combo， 好。
撞墙壁喽！没有东西捡，没有石头捡，这边没有石头。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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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啊，白痴，我会生石头啊！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不会来不及啊！啊哦，来喽，磁火列车！哎呦，啊，有了，软化时间。我、哦、小石头时间。啊，他跑了！啊，怎么是他跑？哦，那个火球，可怜死！哈，真闪！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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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打过一般的磁火哎、欸！所以你现在打哪一只啦？回头回头回头！看你好烦哦、喔！你的问号问号就是他的吧？有可能。你好烦哦、喔！捡到一个惊叹号，自己都吓一跳，觉得惊叹。真的是觉得惊叹欸，怎么会是惊叹号啊？你要靠墙啊！笑死！啊！这边是不好撞。哎、欸，你还我，还我，还我大回旋！是啊，你就跑掉啊，那我砍了。哇！阿季啊，我们商量一下，不要再动了。阿基是不是软了？阿基你是不是软？阿基呀、啊，好，可以撞了。阿基呀、啊，你我差点被也跟你一样了。不是，就说这个就不是人的问题哦，是人的问题呀、啊，是那个人的问题呀、啊。哦，1400哦，哦，撞了，真正舒服来了。干，我还没有无伤三呢，无伤三应该更痛。小明回到我，哎、欸，我的肩膀被头喷，奇怪判定。啊！为什么要后退？你为什么要后退？干嘛一直到你退爽没？你退爽没？你倒退路哎！软化开始。很难商量的果冻。首先你先跟我们的大哥商量一下。
你大哥是谁？解超啊。哦。啊，拍之前先讲一下。没有，我差点也是，我差点是兜哥下来被跑掉哦。啊，刚好那个位置正好。那个就是要懂得沟通。就天时地利人不合啊。对啊，跟昨天一样啊。黄眼还在黄眼，他肝不好，他肝不好。啊？就这里了，冲啊！啊，这是假的。我见那棵树可以啊。我知道你是为了让我骑乘才故意不撞的啦。没有啦，怎么可能？用心良苦，我懂，我懂，我懂。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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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吹捧我一点也不好。不好吗？干你这么不会撞啊？这不是还撞不到？低能的，你不会去那个哦，色残族那边哦？哈，完全不会啊。低能哦，啊会不会让队友制造空间啊，他们自己砍。受残族也不会用，哈，哈，哈，都你啦，害我被骂，还可以再冲，啊，好。哦，啊，舒服。哎，他们头怎么头歪了？舒服。看到你劈空就真的很舒服，很愉悦，仿佛出了愉悦之刃一样。为了怕劈空，我决定不劈了，别弄。哦。哎呀，你又倒退路！啊，不是不劈了，又劈了又。又跑了又跑了又跑了。大姐很会呢。苏姐跟大姐嘛，苏姐。我说回来啊！哎，抱歉，我劈出来，又劈出来。哎，快！好机会是不是？没有了。没事没事。真的哎呦呦呦呦，中了中！废物！哦，一千六，一千六，一千六！死了啦！都你那一招啦，明明可以抓的。不是有骷髅头，你不讲？没看到啊，我没看到，我真的没看到。我没看到是不是？真的。烂系统，怪系统。还不是因为你觉得惊叹才打这只？哎，真的很惊叹啊！他怎么会是惊叹号啊？我自己都吓一跳。你有烧鸟跟飞雷的选择。嗯，烧鸟和飞雷的选择。就烧鸟啊，飞打飞雷干嘛？飞雷不是荒地的。好了，标记烧鸟了。Go go！ 是你现在不是锁着吗？没有啊，不是锁着啊。它开起来了。哦，你开了。反正锁也没差，开也没差，我再去降就好了。然后刚打那个黑狼鸟的时候，你不是把它打开了？加等级加再扣就好了。行，行啊，烧鸟在这儿。多。鸟鸟。
没了没了没了，你只能软了。哇，软的不错啊！不会是有梦想的人，只做大牌的人。尖锐石，注意是尖锐石。瑞石，他拿瑞石。哇，完了，我被击到了。感谢你，感谢你。我不会再笑你了。就你获得了不笑你一回券，就一回。你太亏了吧？太亏。那我就多运几次，你多久几次就赚了。也是成就啊！哇，他是尖锐石，他怎么飞到另外一只身上？你是好想撞他、啊？你撞到了，你撞到了，不错。不是，不能再拍了、啊，我把机会留给其他人。有感觉到了，只剩一次机会，留给其他人，没撞到就笑他。敢笑我？过动哦。是。他追过来了啦，他对于你撞他这件事很不爽、啊。不会啦，你要走了。哎、欸。有争夺对象。你看，人不见啦、啊。哎、欸，他也摸了，他也摸了，他也摸了，有争夺地盘的痕迹。可燃死啊！嗯，小孩子不要玩火，就是会这样子。你看，啊，白痴，才还掌而已，哈哈哈，好爽！我傻。啊、他是看到我没劈到很爽吧？我看到他没劈到很爽啊，对吧？我劈了他一下，他退后了，繁星就没劈到，好爽哦！啊！我帮你们骑，我人最好了。对不起啊来，我不动了，来，给你多哥，哇，你看是杰超害的啊？什么？他劈倒的，不关我的事。我捅他屁股。哇，好爽！没有软化就有1400，这软化还得了？地上红亮亮，可以先捡吗？好。不要拿那个东西，那个很尖，那个不要拿。我是不会叫你不要拿，但是不要拿来打我。有了，准时。我靠！回掉。嗯。